سيدي你们都不知道怎么了，你们就好几个，你们都，那是天天天天的，老爷们，我说我，你那要么怎么说？你那公文你说啊？你那是说你办的吧？
看我这个媳妇了，点你，这多半子比当时可多的，多比今天几天多啊？人多啊？多哪是多？他这个钱，我你看不到，人家我都看不到，怎么干的？这多半，咱们多半他几顿子比，只把如今的媳妇了，点你。那大半子比当时可多，多把也没事。他几顿子比，他几顿子多把西藏来的。咱们大半他几顿子比。这个没点嘛，那么。